就是我们的交通建设工程主要分三个阶段，对，规划阶段、设计及用地取得阶段跟施工阶段。正常的来说，到底哪个阶段才会有开工典礼？当然是在那个，通常我们部里在主导的，如果我们政府在预算补助的话，一定是在所谓的细设都完了以后有一个正式的施工。对，细设完了以后施工阶段，第三阶段才会有动工典礼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在中央是这样，但有时候地方政府基于他们自己的考虑呢，有一些先期工程，什么考虑，会是什么考虑？这我不清楚，这是地方政府不清楚他们啊。所以这几次的动工你都不清楚哦。朱立伦县长这几次的动工你都不清楚，汐止民生线那些我并不清楚。可是那个淡江大桥是已经核定了，那是一个正式的动工，包括细设都就联络到这做了。其他的呢？其他的我们没有什么动工啊。我们有啊，怎么会没有？淡海轻轨9月3号动工，民生汐止10月20日动工，三莺线他也宣称月底要动工，错了，淡海轻轨没有核定，淡海轻轨只是核定综合规划，有核定了阶段哦。来，再来，民生汐止也是综合规划中，然后这个三莺线也是综合规划。还核定之后还要修订哎、欸。包委员，淡海轻轨它这个计划是在102年2月25号就已经奉行政院核定，所以它计划是已经核定的计划。对不起啦，你核定的是综合规划报告书102年2月25号核定的啊。综合规划就是所谓的建设计划。你胡说八道，你的综合规划是在你的规划阶段有没有？规划阶段的第二综合规划建设报告啊？你这报告书怎么写的？对，他那个综合规划就是包括建设计，就是所谓的建设计划的已经奉核定了，然后他的环评整个都完成了。可是他的，你就是环评跟综合规划核定了，可是设系用地取得跟施工阶段都是另外的两个阶段啊。对，那他环评也完成，对。对啊，所以他只是完成综合规划阶段啊，还没有到第二个细设用地取得以及第三个施工阶段啊。他计划核定后，他就可以做设计跟发包。是嘛？就是还在设计跟发包嘛，它的细设的阶段根本还没有完成嘛。102年的时候，综合规划才完成啊。在这里替他们说谎干什么？然后淡海轻轨跟淡江大桥都是99年、99年或者是95年核备的案子，到现在还要假动工。那这些案子都没有中央补助款在里面吗？有没有？有没有中央补助款？淡海轻轨没有。淡海轻轨没有，其他呢？其他当然，三莺线当然，它后续民生汐止呢？现在还没有核定，这个也还没有核定嘛？可是都动工啦。这些中央部会大量补助的这些计划，在幽灵工程的假动工的时候，都不必知会交通部哦。部长说他都不知道啊，他只有最近的这个民生汐止他知道而已啊。通常这个所谓的地方政府呢，他基于他们自己呢，希望呢让这个工程速度到时候核定后可以快一点，有一些先期的工程呢，是让地方政府自己做。请问这是什么先期工程？1000万可以做什么先期工程？还要听他在这里圆谎？这个我一千万可以做什么先期工程？好，这个、来你说一下啊，不清楚你还在这里替他说，来你不清楚你凭什么听他背书？等一下了，来。来，部长，你不清楚嘛？对不对？对，请新北市啊，不清楚，你为什么要替他背书？没有，我没有在背书，我你刚刚就替他背书，还替他说话。我只在解释